接下来一起关注南加方面的新闻。世界和平奖颁奖典礼最近在美国华府国会举行，颁奖典礼极为隆重。第三世多杰羌佛获颁世界和平奖元首级的最高荣誉奖。第三世多杰羌佛是20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佛教最高领袖和大艺术家，是对所有服侍利益他人、帮助他人的肯定。所以，我会源源不断地前行我的愿力，众生的一切造业罪过由我承担。我总的一切善业功德全给你们。同时获奖的还有美国前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Benjamin Gilman， 他反饥饿、反毒，多次以外交手段促成国际换球行动消弭战争。此外，隶属于美国空军的非营利机构民用航空巡逻救援队，以人道救援的成效获颁世界和平巡回大使奖，90%的美国境内救援行动是这个机构完成的。国会议员们极为重视这项颁奖典礼，多人出席典礼并致贺词。国会议员 Corin Brown 会后并说出了他对第三世多杰羌佛获奖的感想。He is such a phenomenal person as far as peace is concerned, but his paintings and his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 am very honored to know him and his work. I've seen some of the peace that he's done, his films, what he's done all over the world to bring peace. I'm honored to be here. 国际卫视记者综合报道。